呼，这个纹路没得说了，绝对是一绝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周，有个朋友寄了一块这个材料过来，让我帮他做一块茶盘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包装的还是挺厚实的，说明这位朋友对这块料子还是比较重视的。看这个纹路啊，很不错，我们先给它简单设计一下吧。但是这块料子美中不足，它不是这个小叶真楠的，它是这个缅甸料的这个楠木。但是纹路可以说是不用去猜了，已经是很明显的。这个水波纹还是相当给力，我们看一看待会做出来的这个效果怎么样。整块茶盘我们采用了一个荷叶的一个造型，然后呢雕刻了这个金鱼，待会呢我们就刷漆看看效果。